Hello， 大家早上好，今天是星期一啦，不过今天是长周末嘛，所以今天休息。迪伦他又去他实习的地方了，因为他想要把 hour 都算够。然后我现在呢准备去买几件衣服，因为想要跟大家分享穿搭，但是我之前订的衣服呢一直迟迟没有到，然后呢我自己也想去逛一下啊。就自己逛街买衣服可能比较有目标性吧。现在跟迪伦在逛 Best Buy 啦，因为这周不是 Labor Day Weekend 就有很多折扣，但他这现在就各种折扣啊，然后或者 cash back 之类的，看洗衣机、烘干机、灶台，还有冰箱啊，家里要买的东西太多了。在美国好像很多时候就是比如说你家里面的一套东西，比如说你的炉灶啊、oven 啊，还有冰箱啊，这些他们都喜欢买一套一个牌子的。不过我们现在还没想好，我感觉我们喜欢的都是比如冰箱喜欢一个牌子的，然后洗衣机、烘干机喜欢一个牌子的，所以不晓得，我感觉很迷茫，就是我觉得这些东西都很多东西都挺棒的，我不知道选择什么。这个人没吃到饭又开始生气了，没有来吃这家拉面了，我的拉面。早上好，我现在准备出发去新家里边啦。今天又约了设计师啊，今天是上班的第一天，然后我今天也没有化妆，过敏还是很，不是过敏，我那个脱皮还没有好。Hello， 大家又是我，我现在要出去寄东西，之前月饼抽奖的，然后给大家寄了，然后我还要推一个 Topshop 的订单，我买了一双靴子，但是觉得不是特别好看，所以准备把它退掉。我感觉我每天都在跑邮局，要不然去寄东西抽寄礼物，要不然就是去退东西。哎，我头发好奇怪，没关系，回家。哎，你在叫什么？躺在我的滑板上，错爸爸，给你戴个项链吧。江江，你在研究新的吃的，哇，好期待哟！你怎么这么厉害嘞？这边还有蒸鱼、鳕鱼，对吗？对啊。不太敢碰它。哇，好棒！发疯了，发疯了！这是完成高难度的东西。慢一点，轻轻，不要鱼肉散。然后你把汤汤淋过来吧。今天的大餐，哇！看一下这个，这个我里面放了那个粉丝，上面是粉丝，然后这上面是金针菇，下面还有点白菜，不知道蒸出来味道怎么样。感觉好爽啊！我刚刚稍微撸了一个妆，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今天，我觉得算是一个还比较干净一点的一个妆吧。最喜欢这个眉毛哦，忘记说唇膏了，唇膏是用这个盘里面的那个颜色涂的，就随便把它抹一下就好了，给大家看。我用的是下面这倒数第三个颜色，我觉得颜色还蛮好看的，特别好涂，我用手指这样一涂就好了。我们今天晚上准备去看电影，是不是？对，因为那个 Crazy Rich Asians 我们一直都没有看，然后准备今天去看一下电影啦。这衣服就写了我的名字，对，我有好多这种衣服，然后这裤子也超级无敌舒服，这像是我的小菩提心。我给看，我大家看看这个鞋，真的好看呢、咦咦。我好喜欢这件白 T， 就是很自在很舒服，虽然有点透，不过里面穿个那种抹胸的背心就好啦。这个人在舞蹈，不知道他在跳什么。哎，我的裤子好舒服，我今天这一身都是 COS 的，我觉得好穿又舒服又好看，去看电影啦。任性哦！我们看完电影啦，你觉得好看吗？一般。我刚刚跟他说，我说如果十分的话，我给四分，觉得还一般。一般，我觉得女主不好看。我也。女主好老。我也不选女主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准备回家啦。哇，好乖。
美国店员的饮料，就是大到杯座都放不进去。你是不是又要说那个？对，我是个 food waste。不是，我要说的是，当一个国家的饮料比水要便宜的时候，就说明就是个大问题。这个饮食有点问题。我刚刚撸完一个妆，现在准备去给它洗掉，头发都扎起来，是不是很搞笑？我头怎么这么大？改天再跟大家分享这个妆容。我突然刚才反应过来，觉得很多时候我们的日常都是这样。我在这边坐着，在微信上面聊天或者玩手机，然后我现在在吃这葡萄，然后呢，我在看一些美妆的视频啊，顺便回回邮件或者 online shopping 一下。Oh my god！ 然后他在那边吃他的零食，他在吃瓜子，是不是？嗯，然后看他的 YouTube 视频，我们俩就可以这样安安静静的两个人互相待着，可能一两个小时，然后我们会决定说，哦，我们一起看个电视吧，或者一起干嘛，然后我们再一起干。特别特别特别喜欢这样安静又舒服的毫不关系的二人时光。嗯大家早上好，我现在准备出门了，因为我朋友她老公过生日，然后她要去给她老公买礼物，她叫我陪着她。现在今天早上就很快收拾了一下，我还是穿着昨天看电影的那一套，因为实在是太舒服了。不过今天化的这个妆我还蛮喜欢的，今天唇膏涂的是阿玛尼的200，比较秋天的样子。来，这里开封啦。我已经回家了，今天陪他逛街逛完了，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哦，他现在在测试新的相机和镜头，感觉超级棒的。你回头呢？哈，哇，很棒，是吧？然后想给大家看一下今天在优衣库买的几件 T 恤，它正好又有跟这个合作款的，然后我就买了三件，白色都买了，这个 medium 买给迪伦的，然后这个小号的，然后还有件这个芝麻街和那个 COS 一起合作的，我觉得好可爱，一件才15块，然后还给迪伦买了两件 T 恤，是旁边另外一个系列的，一件是灰色的长这个样子，一件是黑色的长这个样子。我爸现在换一个这个穿，还是这个穿，好好看呀。来吃烤鱼，叫做馋猫，它这边我感觉不太对，这个汁都不对吗？这种水水吃一下嘛，万一味道还可以呢。这个饭真的。早上好，今天周四啦，我刚刚从新家那边出来，又是见 contractor 的一天，然后今天应该最后看完了，他们明天会给我们估价。然后我现在要去找一个裁缝，因为我有两条裤子腰比较大，想要改一下。那我先开车啦，大家。好嘞，大家先准备回家啦。先去买了一点东西，然后我刚才也把菜买了，然后现在终于要回家了，然后回家剪会儿视频，然后就要做晚餐了，然后等迪伦回家吃饭。我的小芝麻街乖不乖？哦，今天外面好热好热。好，最后基本上把所有的要我需要的东西都买到了，然后我就要给大家拍穿搭了。哦，秋天来了，我觉得这一季的秋装都还蛮好看的，所以买了有点收不住手。不行不行，我要在回国之前不要再买东西了。然后刚才在熨衣服，然后收拾东西，待会准备做饭，但我现在好饿，所以我一个人在这悄悄地吃一个奶黄月饼。太好吃了哦！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Diptyque 那个车上的香薰，然后我感觉啊，它就是老是热胀冷缩，所以它这个老是会 pop off， 就放在上面然后就弹掉了。所以迪伦拿这个不感觉好，给我沾了一下，丑死了！我这样看就看不出来。比较实用。好好好，实用实用。讲讲。金针菇卷肥牛是吗？肥猪。肥牛卷金针菇。肥猪子是。猪肉，你好厉害啊！不知道，第一次做，不知道会不会成功。We shall see。哇，好棒！我的口水要爆炸。这韭黄炒肉，韭黄的味道好重好重啊！切的时候就很香了。好了，差不多就好了。你怎么这么厉害？我发现了一个臭粑粑。臭粑粑，你为什么又藏在我的电脑上？上次已经好几次把电脑给我按关机了。你讨不讨厌？
盛饭。哇哈哈哈哈，香喷喷的米饭。这个超级无敌好吃的，不过那个炒出来就只有这么一点呢，这个赞爆了。贵妃娘娘怎么坐在地上 ？Thank you。罢了，哀家去皇后那里刚回来，有些乏了。皇后娘娘这一胎样子，小江江在跟我睡觉了。欺辱的够着哀家，快看这个小屁股，皇后娘娘是不是睡得超级舒服的？若是孩子再不足月，那便胎里弱了。好了好了好了，不打扰你了，好吧。给大家开个箱。刚才我去拿快递，然后是我新买的 Luck of Color 的帽子，他们是澳洲的一个牌子，我之前也有买过，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戴的这顶黑色的，然后我也有一顶这个去年买了，一直没有找到适合搭配它的色系，但我觉得其实应该搭牛仔裤什么也蛮好看的。然后还有我夏天很喜欢戴的一个草帽，也是他们家的。我觉得他们家的帽子做的真的是不一样，而且草帽也是跟那种便宜价格的帽子真的质量上就是有区别。他的这个帽子也是，我觉得这个黑色帽子做的特别特别好，型很好。所以呢，我想说秋冬为了搭配，我就又买了，而且我还帮我国内的一个姐姐买了几顶她选的，终于寄到了。上周五买的，然后这周五才收到。那天我有一个朋友去买，第二天他就收到了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个这么久。他说冬天的帽子，来看一下四顶这里，这白色是我的，我觉得超好看，我想买一个边边是这种有点偏橘色然后白色的帽子，来我们试一下看好不好看啊，是不是超好看，然后它很有型，给你们仔细看一下它的质量什么的，我觉得都非常好。大家知道这是好的帽子，其实美国买挺贵的，几百美金，它这个大概是几十块钱，八十多、七十多、九十多都有，我觉得质量真的非常值。因为我头非常大嘛，所以我都买大号，我戴大号呢是有点松，但是中号呢又有一点点紧，像这个它就是这顶就是中号的，因为当时大号卖完了，中号呢也可以戴，但是我觉得大号戴起来比较舒服，我觉得很好看哦。这白色超好看，如果冬天穿那种浅色一点或者白色系的毛衣呀、高领的白色毛衣肯定超好看，然后大衣什么的，所以我买的这顶。然后这三个都是我帮我姐姐选的了，她买了一个这个，它的这个质量真的都非常好，我觉得应该它都是手工，应该是种羊毛吧，真的质量超好。她头比较小，所以给她买的小号我应该戴不了，小号55厘米，但是看这个颜色也很好看。然后她是一个很有少女心的辣妈，所以她买了一顶粉色的，粉色我应该就不行，但是她这个还蛮好看的。然后还买了一个黑色，其实这顶黑色我也蛮喜欢的，圆圆的比较酷，上面是这样金金的。太小了太小了太小了，就给大家开箱一下，准备出门。我又戴上我的小帽子了，好喜欢这个，今天这一套都很喜欢，有点摇滚女孩的风格。我们现在去干嘛呢？我们现在去买东西啊。对，我们先去一趟帽，然后呢晚上要跟两个朋友吃饭。哇，给大家看今天收到的一个礼物，我的天哪，这是我们好早好早的一个 vlog 视频，还有酱酱， oh my god， 这是我的第一次视频，超级傻。哇，这是一个粉丝做的，超级谢谢他，真的可以说是非常用心了，迪伦都没做过这样的礼物给我。还有一个这个样子的，哦，他这个是可以这样竖着立起来的，体轮吗？闪电，哇，真的太有心了，这个做的，哇，这是去芝加哥的时候吧？这是我们两个最近在学滑板的，他都是在视频里面截图，然后这样打出来的，太帅了哦！这是去看 G Dragon 的演唱会啊，太可爱了，让我来读读他写的信。这是他给我做的一个小房子，因为知道我们要搬家了，这也太用心了吧？我知道这种小盒子，我自己原来买过的，我觉得很可爱，然后收到之后看到一堆东西我就放弃了，这太难做了，好像装上电池它还可以亮起来，哎，我真的觉得自己何德何能，我不想说什么了。这是他自己亲自给我手工织的仙人掌，因为知道我喜欢仙人掌，那么心灵手巧的女生，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人，特别特别特别感动。我准备来卸妆啦，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的妆，这是今天鱼子酱起点在脸上，
一天了，我也没有补妆什么的，现在还蛮喜欢这种的，觉得好看。大家早安，今天周末啦，迪伦去实习上班了，所以我自己一个人在家。然后先给大家看一下我近期护肤的东西，真的非常非常简单，现在真的太简单了。我一般洗完脸过后过来直接喷这个水，然后脸上就会湿湿漉漉的，然后我再涂就是修丽可的这两个东西，一个是它的这个紫米精华，然后呢我会在局部，特别是像我下巴还有嘴巴周围长痘痘的地方涂它的这个 gel， 皮肤的稳定性变得比较好，然后最后再涂上这个豆腐面霜，我会挖一大坨，看我用了这么多了，涂在脸上还有脖子的地方就搞定啦。这就是我现在的护肤，超级简单。Hello， 各位，我刚刚去拿了包裹，我的 Super Buy 到了，这应该是回国之前最后一项 Super Buy。然后我已经把我的一些衣服都开箱了，这是我先暂时寄来的一些，其实我还有很多淘宝就放在国内，到时候回国给大家开箱。然后这就有几件衣服，待会儿给大家上身试穿一下。然后其实这一箱呢，很多东西是迪伦买的钓鱼的东西。然后刚才开箱的时候，我给大家讲哦，吓死我了，这什么东西啊？这是一个鱿鱼、章鱼之类的，我刚拿手上，而且它软软的哦，哇，吓死我了哦！所以这些东西我就不给大家开了，然后等他回来，他给大家看吧。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的手机壳，可不可爱？像喝可乐？不，你不像。想吃火锅？不，你不像。今天也要开心呀，来，让你和香蕉待在一起。再给大家看一下，我新买了个渔夫帽，是黄色的，我觉得还蛮好看的。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见，它的质感真的超级好的，我准备等一下熨好了，然后就是稍微给它弄一下，然后再带给大家看。哦，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一套，这上衣是玛丽家的，但是背上有点这样垮下来的样式。然后这个裤子呢，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我原来有一条那个裙子也是这种腰带的，然后不规则设计的，这跟他们是一家的，还蛮好看的。然后穿了两双不一样的鞋，这是那种尖头的巫婆鞋，好像看起来比较女人味。然后这就是猪蹄鞋，觉得还不错哦，蛮好看的，好像这个鞋更好看一点。那它这个上衣比较薄，打底衫，所以就比较透一点。不过哎呀，这样蛮好看的，正好我还涂了白色的指甲。我觉得这个裤子好的是，美国的很多这样的裤子呢，就是臀部这个地方对于我来讲合适了之后腰会大很多，但是这个就是腰也合适，然后屁股也合适，大腿也不绷，下面这种卷边的设计不是很流行。第二个是这个裙子，他们一家的，这还蛮酷的，我研究了半天，它有很多个扣子在这个裙子上，然后上面有一片这个布，你可以给它随意绑，然后穿起来就是很随意的样子，蛮好看的。唯一有一点就是我感觉它这个距离设计的有一点点偏差，这个地方就是皱着，里面的裙子有点皱。不过它左边还有一个包，觉得还蛮酷的一个设计。这是一条牛仔裤，也是那种下面翻起来的设计，我觉得我可以再买大一号。哎，也不用，这个刚刚好，如果再买大一号呢会松一点点，旁边这个白线好像会比较凸显身材。这又是一条裤子，是那种比较垂坠版型，然后它特别的是脚下面的地方是很花苞，这样还蛮显瘦的，左边需要再熨一下。浅浅的这种香槟色还蛮好看，哇，还蛮弹性，是不是又是一件很难懂的衣服。这是 Anna 的一个西服套装，这裤子真的蛮好看的，而且很好穿，很显瘦，脚踝这里的设计。然后这西装是那种 oversize 版型的，我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驾驭，好像有点奇怪啊。哎，不过就这样，就单独穿下来配牛仔裤啊，或者里面穿别的，这样套着应该也蛮好看的。最后就是一件这个裙子，我觉得就是简单，简单好穿吧。然后还有黄色的渔夫帽 ，Vicky 给我买的新衣服。超可爱的，很配你，开心开心。对了，我给大家看看我的鱼饵到了，激动啊，超级开心的，终于可以没那么忙了，准备开始去钓鱼了。这个不是眼镜，这也不是我装饰品，这个是蓝光眼镜，因为我每天盯电脑盯太久了。看看帅不帅，好棒。还有这个是专门放路亚饵的盒子，哇哦，差不多一样的东西吧，哇，太帅了，它在水里面就会这样，哈哈哈。下周我真的要开始减肥了，我也要减肥。这个他说会发光，晚上就可以去钓鱼的美的，去海边，
但是这个钩感觉质量很一般啊。哇，好漂亮这个，哦，我喜欢这个，哇，怎么这么重？哇，这个感觉质量很好。哇，这好重啊！哎，金霉素。哎，我的金霉素也到，终于到了吗？嗯，你知道怎么钓钓鱼穷三代了吧？这个应该就跟我说的 Sephora 一样的感觉。哇，这个高光好好看哦。这个是青蛙。啊，这什么东西啊？青蛙。这是个青蛙。对啊，这个也是青蛙呀。这个是青蛙，我懂，这个是。我发现在国内网站买啊，比在这边买要便宜。那当然了，便宜很多。但是。质量。哎，质量好像也还可以，等我再试一试。这还有一个专门装路亚的盒子。喂喂喂喂。我们还买了一个菜板，因为他说现在那个菜板太重了，他想要一个轻一点的，对，然后就买了个轻一点的。而且想要就是可以分开切蒜的，不要跟切西瓜的在一起，不然西瓜就有蒜味。希望那个蒜味吃到的时候飞起来的感觉。那我们就把红。Oh my god， 大家。我刚刚敷了一个这个奥伦纳素的这个什么面膜，就是里面是小瓶瓶，然后还要对粉粉的那种，是那天一个 subscriber 推荐给我的，像不像剥了壳的鸡蛋？我知道这样讲点过分，但是我真的觉得效果蛮好的耶。它这个哦，取下来也很爽。哦，哇，我觉得撕面膜好爽啊。哦。脸上这么大一块，啊，这个蛮爽的耶，它一盒可以应该弄四次吧。第一次觉得就是敷完面膜，又觉得皮肤这么好的感觉，哇，皮肤感觉很细腻，很棒。我先去把脸洗了，回来再跟大家讲。OK， 我刚刚去把面膜洗掉，然后喷了一点那个喷雾在脸上，现在我皮肤长这样，我觉得。还不错吧，虽然我毛孔还是蛮明显的，看到这里的毛孔了，但我就这个地方毛孔特别粗大。但是你看，我觉得整个脸的状态，一开始洗脸之前有一些那种红红的小点点啊，那种瑕疵，我现在觉得皮肤超级棒哎，有一点点不可思议。我离大家应该也够近，你们应该看得见吧？有没有痘印？一点点，继续用这个，但是这个皮肤对我来讲已经很满意了，好 surprise 啊！第一次用就这样。接下来继续。Good morning， 大家分享一只死猫。干嘛嘛 ？OK， 五哥 ，turn on kitchen lights。嘿，你还敢 turn on kitchen light？ You gotta turn on two lights。这个人早上做了咖啡，就这样打开。他打开是很漂亮吗？铁证如山。快开始，今天龙哥的视频发了。好激动 ，Oh my god！ 不会是我看过的吧？不会的。就是 Act Three Marty。你别看了，走吧。嗯，要看。哇，这是个电影吗？是个电影。嗯。哇。要付钱的。多长啊？一个小时三十分钟。哇，这么久？对啊。哇，快，龙哥在哪里？还没出现。啊，龙哥起床了。哦耶，大家快去看吧。版权问题。话说，给大家看看这个新书包，超级棒，航拍机直接就可以放进去。车走在一条路上，太酷了吧！啊、也不是火车，给它抛下了。拜拜 ，LA 的 Metro。哦，他也停下了耶，他马上要进站了。等下要上那个桥了。我们刚到这边 Art District， 刚才好像没有跟大家说，不知道大家来过洛杉矶的 Art District 没有？还蛮酷的，大家可以过来看一看。走吧，走吧，我们去吃冰淇淋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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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耶，走吧。OK， 我们去吃冰淇淋，那你们就看一看这边的街景吧。
太多人了吧，也超夸张的。现在我们要走了，出去了再看看吧，太可怕了。嗯，我买了咖啡。你这个好吃，因为不甜。好棒啊！那你太大了一个吧。我要去拿个，你帮我去拿个勺子待会儿。我每次吃冰淇淋吧，都吃不太完，太甜了。美国的冰淇淋真的超级无敌甜又腻。有 caramel。是不是很甜？不是，这是咸的这块。Too much。你看他帮我吃完。啊，还吃了自己的冰淇淋。准备晚上吃饭吧，想不想吃太多？大家不觉得这个自行车很酷吗？好漂亮啊，$1000一个，很复古的感觉，而且做工很好哎。因为这个店是 Vicky 的爸爸很喜欢，看这个牌子叫 Shinola， 很棒，是卖手表啊什么的，皮制品啊，很有名。出来这边好像遇到 BTS 的演唱会，哇，粉丝的疯狂 ！Oh my god， 这个车走了，太夸张了，就像我追剧 Dragon 一样。Hello， 大家，我们两个深更半夜出来要去超市买点水果，因为他特别想吃水果。然后呢，来加油。这个是我见过最慢的加油，我没见过这个跳这么慢的。这个是多少钱？然后下面是多少 gallon， 多少升？一般这个钱是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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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跳，这个是打打打。他本来想要买杯水的，在加油站，结果加油站在装修，没水了。还有你，你这个大猪蹄，大猪蹄，简直是个大猪蹄。其实看久了还可以。终于承认啦！我加油喜欢加壳牌的，壳牌的有个会员，大家可以办。如果你跟你有 Ross Car 的话，你可以申请一个这个他们的会员，然后每一次加油都会省大概$1一升吧，也是$2了，很简单的。Don't say darling, cause you'll fake it. 半夜采购团回家了。我洗了澡，头发都没有弄，看头发。买了小西瓜，买了小葡萄，还有一个胖花花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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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今天牛叔给大家讲一个，我真的下我眼袋好可怕，我下周开始要减肥。我也要减肥。我是准备要减肥，这样回去才可以吃好吃的。我也是。朋友约的局还是要吃饭，都是自己在家吃的话，我准备吃得很健康了呀。好，就怎么定啦。好啦，那这周的 vlog 就这样，希望大家还喜欢本期的视频，我们下周再见吧，拜拜。